首相练习生昆英四子月月木子阳淘汰，35进20淘汰名单曝光。近日偶像练习生还在热播中，本周五将迎来35进20淘汰赛。不过因为今日已经进行了这期节目的录制，所以网上已经曝光了淘汰的练习生名单。其中从节目一开始就备受热议的昆英四子据说淘汰了两个人。日前网上有粉丝曝光了一张偶像练习生前20名名单，粉丝的是留下来的，离开的是白色的。从名单来看，丁泽仁、何东东、黄新纯、李全哲、李让、娄资博、陆定浩、罗正、穆子阳、杨飞桐、于明君、月月、周瑞、周彦辰等人是白色的，难道他们淘汰了？昆英现在的处境蛮危险的，穆子阳、月月被曝淘汰。其中月月是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选手，身为昆英四子的一员，他一直被评价为具有艺术家品味的男人。因为据说他是硕士，人气对比同队林超算低的了，淘汰似乎在意料之中。而穆子阳真的太可惜了，他的粉丝量挺多的，而且排名一直很稳，上期节目还在18名。而现在的昆英只能采取保二进一的策略了，现在卜凡调出前九，林超位置不稳，据说这两人中只有其中一个能进决赛。目前偶像练习生35进20的投票通道已经关闭，目前看到的比较统一的爆料是李全哲、丁泽仁、黄新纯、穆子阳、月月被淘汰了。早前备受关注的乐华七子也只剩下朱正廷、Justin、范丞丞、毕文俊四人。另外也有网友在微博评论中曝光了完整的淘汰名单，其中娄资博、黄新纯、李全哲、丁泽仁、罗正、杨飞桐、韩木博、何东东、李让、于明君、陆定浩、林超泽、穆子阳、月月、周瑞15人淘汰。那么留下来的20人应该是蔡徐坤、陈立农、朱正廷、 Justin、 范丞丞、小鬼、朱星杰、尤长靖、 Jeffrey、 王子毅、钱正浩、钟彦辰、林超、林彦俊、卜凡、徐胜恩、李希侃、郑瑞斌、秦奋、毕文俊。